直播吧9月3日讯据足球报记者鲁密消息，2018亚冠四分之一决赛原定于权健主场进行的次回合对阵鹿岛鹿角的比赛将因不可抗力因素改在澳门进行。记者在社交平台上透露的消息如下，收到消息，天津权健俱乐部与鹿岛鹿角的亚冠淘汰赛次回合比赛举办场地将发生变化，原本在天津水滴体育场举办的比赛将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改在澳门荡仔体育场举行。另外，权健门将张璐补选进入本期国家队。